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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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然。屋里有人放迷香，我怕自己被迷晕，才用簪子扎了自己。夏夜为了保护我，跟他们打了起来，我趁乱再跑出来。殿下，此事必有蹊跷。走，先进去。声音，声音，哪里来的歹人？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那人怕是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跳窗跑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原来如此，殿下，一定是陆安然与齐王殿下私会在此，不巧我们提前到了，便演了这么一出苦肉计。你方才所说，不仅污蔑了陆夫人，还将庆王殿下的脸面弃之不顾，若是只为逞口舌之快，也太令人不齿了。九弟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萧应约我来的。齐王殿下一向自视君子，没想到竟是如此龌龊之人啊。萧应啊，你来的可真及时啊。冬青。陆夫人问得好，要不是你这昔日的心腹，我们怎么知道您与齐王殿下暗通款曲啊？冬青，你怎么跟萧应在一块儿？你不说他要跟我做交易吗？齐王殿下，我没说过。陆夫人一向手腕高超，我今日特地带冬青过来，就是防止你死不认账。冬青，你把实情说出来。庆王殿下，他入府之前便与庆王殿下情投意合，陆家失势后，他无奈之下才投奔于你，但却依旧与庆王殿下藕断丝连。他还让我们用运财车替他传递消息，来掩人耳目。殿下平时就是太过纵容，才会让齐王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。本王的内宅之事，你还真是挺清楚的。不敢。殿下，萧大将军利用你的疑心，要铲除我和齐王殿下，不仅让自己摆脱了齐王殿下的纠缠，还替他的好妹妹解决了我这个眼中钉，真是一举两得啊。冬青，你说萧应的驻军把清河帮团团围住，不是要和我做交易，而是逼迫你要威胁我，是不是？难道殿下就不奇怪，冬青若是要报复，为什么不在出府那日就说出我与齐王殿下所谓的私情，反而要绕那么一大圈找到萧大将军呢？萧应啊，你真的围了清河帮吗？是，但是我是为了让冬青说出实情。冬青，只要你说出真话，今日之事本王既往不咎。齐王殿下，
骗你来这儿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。萧云说要是我不配合他，他就随便找个借口灭了清河帮。亲王殿下，事情就是我今天说的都是假的，什么隐在车，什么私通款曲，都是萧颖，是他编出来让我说的，是他逼我说的。胡说八道。萧将军，你之前没能杀了我，现在竟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诬陷我，你还配当一个将军吗？殿下，我斗胆奉劝你一句，萧颖不忠不义，连殿下都敢利用，以后还怎么会豁出命去为殿下争你那千秋大业呢？然，我杀你还是不打算跟我说是吧？殿下打算让我说什么？说说今日之事。殿下对冬青有再造之恩，今日冬青却诬告殿下，令殿下在众人面前蒙羞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还请殿下责罚。冬青，你知道我想问的不是这个。你和陆安然往日那么交好，今日是怎么了？是萧颖胁迫我的。受了他的胁迫，为什么还要当众揭穿他？殿下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婢女，面对如此场面，怎么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到？你不是考虑得不周到，而是你知道今天白天会赢的那个人可以保清河帮无恙，也可以保你无恙，所以你配合他演了一出戏，将他逼上绝境，又将他洗白。我二哥的滔天怒火肯定无处安放。正好，萧颖原和他就有嫌隙，更何况今日是做局害他，我二哥怎么会轻易放过？殿下不要再逼我了。陆安然，你真是将人心算尽，连我也不放过。